嗯，完美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完美啊，掉下来了。连根拔起。大概有多少斤啊？好了。非常漂亮，一步到位。哇，我去煎一下煎饼。这不要先用那个东西切吧？对，用药软化它。喂，这是应该 OK 吧？这是。对。那基本上搞掉以后不会再长。对，搞掉以后看它平时运动量，如果运动量大，摩擦挤压它容易形成。就是平时好了以后，鞋子穿宽松一点，不要挤压它。基本上就没有了。那讲我马上穿棉鞋，先马上买个棉鞋穿。我是我专门穿棉鞋了，这个运动鞋不穿。嗯。然后等到4月份到时候开始，到时候穿那个单鞋。按下来不疼了吧？软软的了。嗯。把你表面的肌理。哦，酒驾的隔断。之前按疼，现在不疼了。对。那失去了是吧？对，连根拔起了。然后玻璃前面是那个顶架是吧？那你这个不锈钢，你不肯定找不锈钢在一起吗？今天的视频呢，由于粉丝强烈要求啊，提前给他更新。如果按照排序的话，他的视频应该是排到明年这个时候。这里是在合肥区的安顺路，努力只为一件更好的自己，加油！屏幕前的陌生人。